油亮亮，晃一下，端端的，这光看就能想象入口时的口感。一块肉，一碗饭，简简单单，在彰化飘香80年，超过一甲子的美味，征服评审的胃。在这次500碗美食评比中，获得7位名人青睐，勇夺冠军。哎，美饭。新鲜羊肉片淋上高汤，搭配姜丝，没有多余的调味。这一碗隐身在台南的无名羊肉汤，曾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，这次以5碗拿下第二名。蛮鲜嫩的，有骚味，蛮喜欢它的汤口的。老板熟练地把软 Q 的桂切成片，再放进香肠、腊肉以及樱花虾等好料，最后再加入美食的灵魂之一特制的酱汁。这一位已经传承3代，这次获得了4碗的成绩，排名第3。没有直接回应您，专门下来吃，就是汤头跟它的配料都非常的好吃。第二用还有1年多而已，纯手工。这次的美食评比，主办单位邀请全台各行各业50位名人，自选10碗最爱的在地台湾味小吃，入选店家遍及全台和离岛，一共有400多家小吃上榜，包含了挂包以及汤包和面类等等不同品项都有，也让大家见识到台湾美食的多元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